今日呢支個股推介係領展823。經濟日報投資熱話，早揀選原因係加息週期之下，收息產品同埋股票成為投資熱點。領展預測息率達到4.9厘，而派息金額維持增長，值得留意。領展旗下物業組合包括零售設施、停車場同埋辦公室，資產組合巨房首勝。過去10年派息年年遞增，2013到2022年度每基金單位分派嘅年複合增長率達到9%嘅。根據呢個彭博綜合預測啦，領展2023去到2025年度每基金單位分派按年分別係增長3.8%、5.2%同埋3.8%，預測股息率分別係4.9厘、5.1厘同埋5.3厘。領展三月至今原上升軌持續向上，建議等候63元附近收窄，目標睇6月份嘅高位大約70.5元，跌穿三月低位大約58元就止蝕。